你让箱子干什么呀？我要回中国了。回中国？这么多年都没说回去，怎么现在要回去了？江车试车失败，我的责任很大。如果我当时听了他的警告，不再重新启动机车，可能这变流器也不会坏。如果因为我…… 让江车的几万人丢了饭碗，那我最后就大了。所以我要尽我所有的能力挽回损失。你责任其实没那么大，这事儿也怪我。你听我说，我虽然跟我爸不对付，但是他说了几句话，我觉得特别对。他说，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责任心，不能逃避，逃了一次，那他这辈子脊梁骨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你爸说的还挺有道理的，男人就该这样。行，那你回去吧。我就跟你说一声，最多一个月。哎，送你去机场。董事长，我们刚刚回到江州，亨利就说5天之后开始谈判。 他们这是迫不及待啊！所以我们这半年来所争取的合约权益，他们正式提出来不接受。原因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试车失败，江澈的信誉受损。他说跟我们合作，所承担的风险加大，所以他们说需要在利润上给他们让出更多空间。试车失败。 调查情况，在我这儿。这是亨利破坏机车的证据，都在这里了。干得好！ 林工，林工，怎么没反应？怎么回事？你等我。平时也不这样。是啊。可眼下这个局面怎么解决？找厂商过来修？成本太高。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让利很多，基本没什么利润了。而且亨利那边要求5天以后开始谈判，5天的时间，他们能把车修好吗？董事长啊。 我们只有5天的时间了，总经理，怎么不说话？ 这是我们初步计算的损毁报告。看来问题比想象中的严重。对不起，我辜负了您的信任。哭，又哭，你哭能解决问题？哎，你想怎么办呢？ 您说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我把机车修好。要把我修好吗？
进口车的核心部件我们还没修过。没修过那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你先回去吧，我考虑考虑。可是只给5天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的展开才行，我有信心的。董事长，集团那边临时要召开一个会议。董事长，师父，董事长，您还真打算让林工他们去修啊？我想交给他，他有信心接回去才行啊。你联系一下电机厂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得背着他们，不管出多大代价，哪怕是赔钱，赖安西的机车必须得修好，这事关江川的声誉。好。怎么样？我有信心能够修好变流器，但是董事长还没有同意。可是现在咱们手头只有一份电流器的使用说明书啊，电器厂商不提供详细的图纸，所有的结构必须咱们自己摸清楚，难度确实不小。那有困难咱们就不干了吗？不就几根电线几根螺丝钉吗？跟咱们自己造能有什么不一样？要我说，咱们把他的五脏六腑都修一遍之后，回头咱们就再也不用进口那外国的东西，咱自个儿全能造出来。就你会说大话？这是大话吗？这国外的先进设备我们以前没有修过。不过小队说的也对，那咱们就把他的五脏六腑都修一遍，我相信我们自己肯定能造出来。林工，靠自己以后才能丰衣足食，我叶大仙支持你。支持支持，我们也支持。我会努力的。你这傻丫头啊，肯定是把这次蓝恩熙试车失败的原因都归结到你自己身上。是我辜负了你跟师傅们的信任，我该有些自知之明的，我就不该去当这个领队。这么重要的项目，这不仅仅是一台车的生意，这关系到门泽尔的谈判，
现在全都被我搞砸了。那你得负责任啊。我也想负啊，可我根本就负不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亨利，他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过来，他根本就是趁人之危，欺人太甚。我跟你说，只要把车修好，亨利的计划就会落空。可是师傅他们都不信任我了。那你相信你自己吗？可是我相信你。为什么呀？你忘了那年你考大学，你为了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硬是让自己复读了两年。那个时候你可把自己的头都抓破了吧？哎呀，你就别取笑我了。我可没取笑你，我对你反倒是心生一种敬佩。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这个真二姑娘一定能够走得很远。荆州哥，怎么连你也叫我真二啊？这个二多可贵啊，你说你要不是因为这股二劲儿，怎么可能从当年那个啊连数理化都不合格的文科生摇身一变成了今天的林真一工程师啊？金秋哥，你被师傅附身了呀？别乱说，嘘，千万别告诉他。我知道。哎呀，好久没爬过车了啊！慢点啊！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你是不是害怕了？我不是害怕，我是不相信你，你一定在捉弄我。我可没有捉弄你，就在这里头，你找找吧。真义，咱别找了，咱回去吧。我跟你走吧。哎，等等，礼物就在这个里面，你们过来。别怕别怕，这是，嘿嘿，这是什么？你说呀。这是什么？这是林真一的丑样子。给我，不给，给我，我不给，讨厌。希望这次我不会吓到你。你说。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老是针对我？说不定他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呢。这么变态啊！为了引起一个人的注意，就故意欺负他？哎，
请问你找谁？啊，大哥，我找一下林真一。请出示一下身份证，填下基本资料，把你要找的人的电话号码、所在部门、职务，再把目的、去厂区哪一栋都填在上面。登记好以后啊，打个电话让他出来接你进去。大哥，你先拿一下，我就找个人，我就找一下林真一，哪那么麻烦？以前我都是随便进出的。看年纪也不大，我们安保系统可是装了很多年了。是，哇，你就让我进去吧，大哥，我真就找一下林真一，但我也不知道他哪个部门哪一栋的，但我知道他是那个莱恩西试车那个负责人，你就让我进去吧，这个关乎到你们厂的命运。不是。请我保持距离，你让我进去。情敌保持距离。不是，大哥，你就让我就找一号门，一号门，来几个人，来几个人。哎，不是，大哥，你这就没意思了。你们说你们也听不懂。哎呀，哎呀呀！我说，这国外进口的东西贼着呢，如果没有原始的图纸，是根本不知道内部构造的。你们瞎修瞎画出来东西要出大事的。但我就是个活图纸，你们别把我当人，把我当个图纸送进去。快走！哎，不是，你别让我进去。我大不了不进去了。小多，哎，领工，怎么样了？这外国的东西，咱没有图纸，结构都得自己摸出来。现在坏地是个大东西，稍微要点功夫。这什么呀？哦，那个研究所送过来的，说给咱们维修做些参考。我没看懂，等你过来看一下。师傅的笔记，这两张图纸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继续加油。好，辛苦了。我的车修了一个月，仍未修好，是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修多久？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听我说，这个我们人手不够啊，已经没日没夜在赶了。这老同志，你这样拖时间，我可以告你。哎，别，你们也看见了。我这就这么几个人，这手上还都有活儿。这样，只要我们一修理好，我亲自给你们打电话，让你们过来，好不好？我们都是老顾客了，不能厚此薄彼啊。就是啊，你这样不合适啊，老林。就是啊。走了。等等，先别走，有可能把维修进度提前。哎，等等。
哎呀，这个臭小子往哪儿跑？林叔，哎呀，轻点，轻点，轻点，哎，抱不动你。哎，林叔，你怎么认出我来的？你这修车来算卦的？一个臭小子，瘦了几十斤，长得跟你爹一个样，我有什么认不出来的？林叔，我比他帅多了，行吗？你刚回来啊？刚回来。刚回来就跑我这儿来了，一回家就离家出走啊？家族传统吗？臭拼！哎，林叔，说认真的，我想找个落脚的地方。落脚的地方啊？我这儿不方便。别，林叔，您看这随便一仓库都行啊。哎呀，你这一大闲人在这晃，影响我干活。你看这么多人都干活呢，你能不能快点？我这还有事儿呢啊！行不行？马上马上！哎，林叔，你看刚才不是要保养吗？我风釉、抛光、打蜡都行，要不我来？你多高？我86啊。不合适吧？不合适也得合适啊！我去了啊，马上啊！哦，哎，马上啊！国外的零件，凭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修呢？林叔，那真二挺忙的嘛，这么晚了也没回家。一个礼拜能回来看我一次就不错了。什么意思啊？他不住家了？早搬出去了。哎呀，要这么说，这也算是离家出走啊。搬走。搬哪儿去了？哎，林叔，嗯，他应该搬的也不远吧？我记得这厂子附近应该有几个新盖的公寓，是吧？对。那是哪个公寓？N次方公寓。N次方公寓是？N 次方公寓，但也没告诉我是哪间呢。哎，你好，林小姐，跑步去啊？啊。干嘛呀？这是，林振宇，加油！混蛋机车！谁啊？对不起。还是这样。
怎么就肯定出问题？哎，灯怎么亮着？我没关。甜心大宝贝儿，死了！我的芬芬啊，你为什么一声不吭的就回国了？你爸爸说你一晚上都没回家，你到底在哪里啊？你离开蓝安心为什么都不跟妈妈说一声啊？说话呀！心怡，真一，你跟芬芬在一起？啊？没有啊，他回来了。是啊，你别听他打掩护，你们俩肯定在一起。你快点让他接电话。他没在我身边。那你怎么拿着他的手机啊？对啊，他手机怎么会在我这儿？我不知道啊。真儿，对不起，我以非常认真、负责、深刻的态度向你道歉。真的非常喜欢你，非常非常的爱你，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和你在一起。所以，我翻进了你家里，但是不小心把手机落家了。你说什么呀？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所以，为了帮你修。责在哪儿？认真在哪儿？你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往外蹦。还是回来了。我就是回来逛逛。这么小气，不说请个贵点的。欢迎回来。
干嘛？给我带礼物了？你想真美。这什么？自己打开看。哎呀，我看看。就一球啊！图纸给他的时候，你顺便再帮我个小忙。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什么小忙？